那亲爱的，我可以进去一起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坐那边。我可以坐那边吗？那我可以不穿衣服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你应该没有人要想看。那你在做什么？我们现在在南投的琉璃光之桥。好久没有来南投嘞。对，超久没有来南投。上次来南投也好像也是去日月潭。对，今天要来提倡南投的观光，介绍南投的景点，一些大家。大家。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景点。那这座桥有什么特色？说一下。南投的琉璃光之桥，这座桥花了600万建造而成，而且是透明的。对，哇，我天哪，完全透明的。其实大家看我们站在桥上可能没什么感觉，其实桥一直在晃，而且它蛮深的，应该有10层楼高，很美耶。南投也有这么漂亮的地方，超美。从头到尾都不敢往下看。没有这回事。其实站在这边，你往下看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有点蛮恐怖的感觉。超美的感觉，在山谷里吃午餐。董事长应该吃什么？这个看到了没？这个鸡肉，你看到没？这鸡肉有点浮夸哎。老板说这个是土鸡。它这个你一吃你就感觉到，就是整只鸡在你嘴巴里面，这肉是硬的。对，它的肉很结实。对，一直知道有在运动的。亲爱的，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土场梅园。它这边到时候如果两边都开的时候，你看哦，它会整个都是整片都是白色，你就会像走在一个白色的隧道里面。这边的梅花跟别的地方的梅花有点不太一样，就它是比较小的。比较小的。对，它不是大的那种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边，虽然只有看到几朵梅花，可是我相信它之后全开会很漂亮。对，这边你已经到这就可以感受得出来。现在在东埔的饭店，东埔的饭店，你在干嘛啦？很吵哎！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鼻子有点痒。东埔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东埔就是在南投这边有一个温泉区，对它温泉区，它的饭店啊，几乎啦，很多温泉，而且它本身有公共的温泉。他们这边比较流行的是户外的温泉啊，就是你有一区是大众可以一起进去的，然后它有一些设施，那当然也有汤屋都有。我们今天房间是有汤屋的。那所以你要泡温泉了，在这里。对，在那边。那你要脱了吗？现在吗？对，现在。在泡温泉之前啊，我们先讲一下姿势。东埔的温泉啊，酸碱值约 pH 7.5，是属于弱碱性的碳酸氢钠泉。你要下去了吗？我在适应水温。哇，好烫，好烫！你烫吗？好烫，好烫。有味道吗？有一点点，可是没有，一点点。
好一点，不会像那个硫磺那样。哎、欸，那舒服吗？还不错。那你需要一瓶啤酒吗？不行。不行啊。他不行，应该不好喝。那亲爱的，我可以进去一起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坐这边。我可以坐那边吗？那我可以不穿衣服吗？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你应该没有人要想看。去信义乡农会，就是什么梅子梦工厂，我们要去挑选这次给粉丝的一些礼物哦。现砍蔬菜可制菜，你今天是想你要偷人家菜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砍了菜之后，我就要自己回家煮。你这里有花椰菜，你看超美，哎、欸，很美，超多的。对，所以我要来砍。哎、欸，来信义乡玩还可以顺便采一点花椰菜。其实它有很多东西，它有高丽菜，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有高丽菜啊、花椰菜啊，还有一些葡萄，我觉得都很棒。而且看起来都很漂亮。对。先把它直看一下有多大好不好？超大颗，超级无敌！哎、欸，比你的脸还大哎、欸，超大的。好，就这颗放到篮子里。放篮子里。Go！ 这边的菜都超美的。我们最后一站来到梅子梦工厂，它也是信义乡农会啦。我们要来买伴手礼送给粉丝。我们的抽奖啊会在老爸的脸书，所以你要先对老爸的脸书怎么样？按赞。就是啊，你要买东西之前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钱准备。不是，要先下载南投好好玩 app， 然后要输入序号，我把序号放在底下，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梅子梦工厂的折价券，可以打九折哦，不要忘记了。Let's go。哎呦，那验孕棒嘞！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这超可爱的，我的天哪！验孕棒，它验孕棒啊！你在吃什么？这个是梅精的双奇里，这还蛮好吃的，它吃起来有梅子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可是它又有一点带像牛奶糖的味道，我觉得这个口味蛮特别的，吃下去的时候会有很惊喜的感觉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欸、听说这个是来这边必吃。秦海有找到一个人发型很像你，你说那个吗？因为那个发型跟你有点像，有一点像，就两侧这样，可是我比她漂亮。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发型，有，有像有像有像。我帮你买一组是5468，就是我是老爸。嗯，还我比较喜欢5487。我绝对不会讲，想要挖坑给我跳。好，我们决定买这个送给大家。我们买壮阳饮料来抽奖。哎、欸，今天大丰收，买好了。对，今天买什么？今天买了那
个验孕棒，买验孕棒，对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都可以吃掉，不要说希望大家都有机会使用，这样也蛮奇怪，大家都可以吃掉，那是好吃的东西啦，只是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。之后我们会在我的脸书跟抽奖给各位，对，然后记得一定要追踪新年菜你的 Instagram 才能参加抽奖哦。还有要订阅悠悠的频道。今天南投之旅就这样两天一夜很快就结束啦，还开心吗？好玩好玩，而且听说接着也会有樱花季耶。对，接着也会有樱花季，真的非常棒，大家来南投玩哦，出厅观光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About the others,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